朕今日登基，当行孝仁之道，尊先帝世宗遗命，尊生母钮祜禄氏为圣母皇太后，嫡福晋富察氏为皇后，册立之事，应由礼部郑重相待。 皇太后慈谕，以册保封为皇贵妃，设六宫室，加妃金氏，晋为嘉贵妃，协礼六宫，庆常在禄室，晋庆贵人，晚常在陈氏，晋晚贵人，秀答应徐氏，晋秀常在，宫女方氏，晋奎答应。 为赞宫廷而孵化，淑德披朝，班位号以分荣，恩光仕宦，恒黄克业，伦服优家。而贵人今世早遇名门，素秉温公之度，九勤内责之贤，滋养成皇太后慈谕，册封为嘉嫔，贵人白氏封为梅嫔，所辍伦氏封为慎常在，钦哉，谢恩。 朕中宫，虚悬已久。皇贵妃乌拉那拉氏，秀誉名门，祥中士德，早从前底，克贤内责，今滋养成皇太后慈谕，以金册金榜立尔为皇后，钦哉，受册。 臣妾叩谢皇上隆恩，行六素三跪三拜礼。